马政权伊讲要甲中国签即个和平协议，两岸和平协议。那挂伫即个中国内面，即、這个和平无办法确保，因为中国政权是翻脸如翻书啊！啊，要甲你拍就甲你拍，爱用独立的国家主权对等甲中国来签订大海两国，唔是两岸吼，两国的即、這个。和平协议，特别爱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来签署担保，这个才有意义。